你看，是不是有人支援咱们？这没了，过瘾了吧？没了！你的武艺，兄弟们，有白不成？快冲！走走走走，别玩了，走！不用管他，马上休整，小心他们杀口和马枪。 私の失態です。どうかご処分を。もういい。司令、この作戦で皇居軍の船団長が亡くなり、遺族に保証が必要かと。これはお前が処理してくれ。ただしここを済ませろ。やはり使い物にならないからな。はい、迂闊でした。ああ、来た部隊には帰らに帰ってもらう。俺の代わりに 看守电部，我过来，一起打十点呢。嗨，都看见了吗？看看看看！哎呀，这古人说得好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哪像你们，在山上一通噼里啪啦乱打，有什么用啊？这浪费子弹不说，还没打死几个。看看本小姐，那几个手榴弹就把他们的团长那就给轰上天了。 这才叫打仗！哎，都跟本小姐好好学学。大小姐这次可露了脸了。要说，这次就应该把那个大队长也给抓回来。就是，就应该让他尝尝大小姐的鞭子。尝鞭子！哎！ 这回我可是灭了那些狗腿子的头，你都干什么了呀？我都干什么了，就不需要你知道了。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这话你说的？我说的。那挽弓当挽强，用箭当用长，你知道吗？没听过。这四句是首诗。
《杜子》是唐朝大诗人杜子美的名作，不是？这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是，这两句是林先生教我的，那又怎么样啊？那我不是这个学生的吗？ 都说你本事大，那我看就那么回事吗？哼，据本山支援还被人打了伏击，这要论本事大呀，那还是人林先生本事大。哎，实话告诉你吧，这次呢，我去偷袭黄巾军大队长，那是林先生的主意，一通手榴弹，炸的那些狗腿子连追都不敢追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头脑。 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就是这两句。不是，你啊，你别以为自己长得身强体壮，有两把刷子就了不起了。这以后呢？ 还是得跟人林先生多学着点儿。林先生，回头多教教我啊！我哪能教你啊？这一来吧，大小姐杀敌心切；二来吧，运气，纯属运气。不是，哎，那本来就是你算出来他们在那儿才带我去的呀，这是你的功劳，谁也别想抢。 我可告诉你们啊，这次能打胜仗，那林先生是首功。哎呀，真的不是我，各位，是大小姐有本事，真的。爹，我正在这儿说呢，这回能端了黄巾军那帮狗腿子，那都是林先生的功劳。是啊，大哥，这回青青可是立了大功了。哎，芊芊。啊。 是不是林先生帮了大忙了？啊，可不嘛，二叔。哎，林先生，以后可得多教教我，这样打仗才有意思。爹，那林先生立了这么大的功劳，你打算怎么赏他呀？这是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别多嘴。老二啊，哎，这次咱们的阵亡人数也不少啊。 照老规矩，给大家发够了抚恤金。好，我会去办。再杀两头猪，咱山里的人呢，也都庆祝一下，啊！你看这还不嫌难看？都看什么呢？行了行了，都别看了，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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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别闹了，行不行？ 我说的是实话，这实话还不让人说了？哎，你去哪儿？你等等，你。